pressure.3月5日，菲律宾两艘运补船、两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，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，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包括建筑物资、建筑材料在内的物资。中国海警依法对非方船只采取必要管制措施，现场操作专业克制，合理合法。中国外交部已就此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，表达了强烈抗议。中方在仁爱礁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、明确的。一段时间来，中菲双方就妥善管控仁爱礁局势保持沟通。菲方再次违背其向中方所做承诺，在仁爱礁海域侵权挑衅，制造事端，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中方再次敦促菲方停止海上侵权挑衅，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海上局势复杂化的行动。中方将继续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，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